Witchy Beauty Mini Makeup Tutorial。 Hello， 我是依记伊维特，今天会同大家讲一些搽唇膏的小秘技，未必在其他 channel 会见到，因为这些是我自己的小秘技来的。有时在街都会好像荧光幕里面这个女仔咁样，唔望镜去搽唇膏的，但是就提心吊胆。我有一个方法，就是用你头三只手指，用你的大拇指和中指，从两边嘴角向上拉，然后用你的食指在中间上面拉下来，这样呢你的嘴应该会不是出很多界的。当然不适用于鲜红色或者是深色的唇膏啦。很多女仔都试过牙上面揩到唇膏，而回到家才知道是没有人告诉你。这样呢可能你是搽得太入了，又或者是你的牙有少少哨啦。刚刚荧光幕里面试这个呢，就是很多条片都有教过的，不过唇膏的颜色会吃在手指上面都是不掂，所以我就会用纸巾包住你的手指，又轻轻印走搽得太入的唇膏，嘿，搞定。还有都是那句啦，如果搽些 bold 的颜色唇膏，记得带 concealer 和棉花棒出街，舐嘢的时候自己是会多谢自己的。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么多，希望大家都有个靓嘴。喜欢这条片的话，记得给个 like 和 subscribe 这个 channel， 和留言在下面，记得按埋 notification 那个钟仔，每次有新片都会提你，同埋睇埋呢啲啊呢啲啊呢啲啊，我提议你睇个片啦，睇片呢啲嘢睇一条点会够喉嘅咧。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Witchy Beauty Mini Makeup Tutorial。